叫黄线佬叫我做黄线婆咯。你喺我呢度挑个红灯咧，一日就话千几斤啊，系我自己做翻晒。我哋个黄线饭啊，一斤买配斤半黄线嘅，佢啲黄线多啲先就好食啊嘛。哦，真系好玩。青虾是我们台山市的特产，养虾养了十几年。你好啦，有酒有惊喜，下来啦。这盘蟹，我觉得跟我的脸差不多。对，哈哈哈哈，你该会的。嗯，好好吃吧。山公英啊，王仙发，哎呀，好意啊，姐姐，好环境啊！咦，嗯，有人唱歌哦，对呀、应该是本地的台山的歌谣，对呀、哎，老板娘来了，你好，啊，大家好，听到有人在唱歌。我老公你好，是唱的我们本地台山的歌谣吗？他自己编出来的，编出来自己唱的，内容是关于什么的呀？黄鳝饭，哦，内容唱的就是黄鳝饭。嗯，那台山黄鳝是很有名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现在今天来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本地或者说这家餐厅最特色的菜系，给我们推荐一下？有黄鳝饭，黄鳝饭，石头鳝、那最传统的做法，你们这边有没有？有黄鳝卷饭咯。哦，就是那个黄鳝。串饭，串在米饭里面。哎，这个我几十年前来吃过。那我们一定要回味一下。吃过最传统的做法。稍等一下啊。好好好。传统的应该是那个整条黄鳝、嗯、对对对，有些人就害怕哇，里面那个内状还没有出来啊、所以这个是很多年前这个地域都有这种做法、那现在呢就是都是切好了，就是一条一条就大家可以见到的呀、哎来了，这是什么菜啊？黄鳝饭啊。黄鳝饭是吧？啊，厉害，它这个就是那种平时我们经常吃的那种。这个黄鳝很小哈、但是平时我觉得在广州可能吃的那个黄鳝饭、它那个肉还没有这么大块的啊，肉质，对对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米饭也超好吃。这边台山的米真的是非常的，我就很喜欢它用来做那个煲仔饭那种感觉，太好吃了。不单单是煲仔饭的口感，煲仔饭还是就从生米这样子焗，这个混合了一些酱料啊，还有味道之后，再这样子焗香呢，又另外一种风味。